这是编号，把中控泵、气管、电，还有电源，通过电源插上去开机。进入系统，下压，上升，抽真空，我们关上去，真空值上去。好，最大值，好，可以。漏不漏？不漏真空。然后去真空。门打开，点自动。好，启动。门关上，中控直接上去了。到达85，负85之后，好，下压。哎呀。开始保压，好，急停，拧开，好，温度52度，温度，好，可以了。